新北市新店警方昨天查获蔡姓及朱姓男子涉嫌分工合作持伪造信用卡至大泽厂盗刷购 iPhone 8手机，起出16张伪造信用卡。记者汪长炳翻摄分享。新北市新店警分局江陵派出所警员陈兆明、陈伯范、惠佳宇、王俊杰昨天下午20接获线报，一名男子至新店家乐福购买 iPhone 8手机，疑似持伪造信用卡盗刷。警方到场查证，在22岁蔡姓男子身上起出2张伪造信用卡及2张他人身份证。蔡贤公称伪造卡片是另外一名目前在家乐福侧门口等候的男子拿给他，只是他持伪造信用卡盗刷购买 iPhone 8手机。警方不动声色立即前往查看，果真在新店区中心路三段上发现37岁朱姓男子行迹可疑。警力上前盘查时，在朱贤身上及车上再查获14张伪造信用卡及现金45000元与盗刷购买的艾迪达衣服及他人身份证一张。警方并查出朱贤还有4条通缉在身，讯后全案依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送办，并向上追查背后是否有诈骗集团幕后操控。新北市新店警方昨天查获蔡姓及朱姓男子涉嫌分工合作持伪造信用卡至大泽厂盗刷购 iPhone 8手机，起出16张伪造信用卡。记者汪长炳翻摄分享。新北市新店警方昨天查获蔡姓及朱姓男子涉嫌分工合作持伪造信用卡至大泽厂盗刷购 iPhone 8手机，起出16张伪造信用卡。记者汪长炳翻摄分享。新北市新店警方昨天查获蔡姓及朱姓男子涉嫌分工合作持伪造信用卡至大泽厂盗刷购 iPhone 8手机，起出16张伪造信用卡。记者汪长炳翻摄分享。